先说这个遥感是厂商直接寄给我，所以，但是我还是用心的来帮大家做测试啊，分享，希望有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我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钱，反正我们就用心的测试，你们希望你们也感受得出来。先说这个遥感是厂商直接寄给我的啦，但是我们还是用心的做测试，然后用心的分享，我们也没关系。对，希望是有帮助到大家来挑选到适合的遥感。